章子怡更新微博，抱着女儿醒醒背台词，醒醒却开始捣乱涂涂画画。照片中章子怡素颜，状态很好，仿佛看到了卧虎藏龙里玉娇龙。章子怡微博配文，妈妈在背台词，醒宝睡醒了，然后就有了她陪读捣乱的美好瞬间。照片中章子怡怀抱着女儿，醒宝拿着笔有模有样的画东西，很多纸张上面已经有了醒宝的佳作。网友看到后纷纷留言评论，醒醒越来越好看了，带着孩子工作的女明星应该不多，章子怡复古相真是太好看了，这么多年都不变，期待帝王爷宝宝长得好快活。过了17年，章子怡还是20岁的样子，逆生长了，醒宝越来越好看了，子怡头发那么随便一挽竟然也这么美。